想到你耶。庆丰牛排开封，试看看吧。听说分量很足啊，而且这是我们彰化市很有名的一间牛排馆，哇！外带打包170元。270元，还蛮好吃的，很好吃啊。肉其实真的挺好吃的。彰化市的老字号牛排馆庆丰，身为彰化人还是第一次吃，好奶酥。对啊，它真的很香，还蛮好吃的。接着试试它玉米，其实蛮……哎呦哎呦，怎么样？就吃起来蛮浓的。嗯，好喝耶，好喝。嗯，可以啊，值得推荐。当然，第一次吃的庆丰牛排。